大家我是莫仔，我们来看看这周更新了些什么吧。现在在有一周的心脏两倍活动，完成卡莫斯每周任务和讨伐贝尔，可以获得二倍奖励包。现在新增了全新打怪地区，尊贵之地乌鲁基塔。 这个地区可以打出新神器拉比贝德蒙特的改良型望远镜的配件，而且可以获得叠加点装层数的道具。使用吞噬黑暗的起源，最多可以把点装层数叠到三百层。目前只出了特恩拉德遗迹以及王者之城两个打怪地区，日后会在新增打怪区和新增死神邪。 现在神器无限水可以放在家门背包，而且现在可以放在交易所买卖。每瓶无限水的重量为五十负重，放在家门背包后将会减少不少背包的负重。现在每周可以向水工的杜利奥对话获得五彩贝，用五彩贝可以换取沈清的神奇鱼缸。鱼放在这鱼缸的话，鱼保持新鲜时间会增加五倍。将沈清的神奇鱼缸持有在背包的话， 进行钓鱼时获得的鱼会自动保管，现在将会维持已被投资的据点的等级，就算回收投资也不会重置据点等级。现在不用切换角色也能在据点投资能量，要在据点和生产据点投资能量时，不用切换角色也可以用其他角投资能量。